孙安佐案情有变化，王牌律师也没辙。16岁密友遭其鼻孔出庭作证，称判决关键。迪英和孙鹏的儿子，在美国念书的孙安佐，日前在学校扬言要扫射校园，引发同学恐慌，通报学校后遭警方搜索逮捕。美国警察在他的寄宿家庭找到1600发子弹和一把9厘米手枪，被称拥有军火及武力，让台湾和美国民众都相当震惊。目前迪英已经和老公到美国救儿子，更重金聘请王牌律师凯勒和五星级律师麦克，希望可以顺利让孩子出狱回台湾。然而原本要在台湾时间7日召开记者会说明案情的双律师，却突然暂停记者会，据悉他们紧急赶回法院开会，不知道是不是和孙安佐的案情有关。美国警方也冷冷表示，案情可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，如今台湾重量级律师也出马，找出拯救他的秘密武器了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孙安佐案件爆发后引发美国和台湾民众的关注，虽然他的律师还没表态，然而美国警方却不断放话，认为他认罪协商，被关在美国监狱的几率非常高。不过连日来针对案件发话，在美国执业的重量级律师出身的邱章出面表示，他已经掌握关键证据，是可以帮助孙安佐胜诉的秘密武器。邱章说，孙安佐的16岁好友正好是他的助理，他目前正和对方查看他的电脑资料，希望可以找出拥有正面思想的确切证据，并表示只要有这项秘密武器，揭示军师迷的脑子里面是怎么思考，就可以证实他只是开玩笑，并没有恐怖攻击的意味，尤其如果翻译得当，一定能够救出他。图片来源三立新闻网。事实上，孙安佐校园同学曾表示对于他被抓一事相当震惊，而玩枪好友柳丁也深信他只是开了严重的玩笑，不觉得好友是会恐攻的人。目前邱章还在搜集证据当中。图片来源中视。邱章发文一出，有很多网友大赞，就是有奶这样见义勇为的律师，加油啊，律师就是要为正义而战，真的很感谢奶。不过也有网友质疑，奶还不知道事情始末随便出手好吗？奶就不怕惹祸上身？不过他却坚定表示，如果有同理心的话，就可以知道迪英这个母亲内心有多着急，所以他才愿意伸出援手。图片来源苹果日报。虽然不知道案件状况发展如何，但台湾又有一个大咖律师要出马了，大家怎么看呢？